因为你知道牙龟甲怪吗？我知道啊。他们就是很超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蛮高调的啦。对，从去年成军到现在，已经多一个人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对，他们已经从甲龟甲怪升级到甲龟甲怪2.0哦。你不要擅自帮他们取个2.0的名称 啊！他们自己讲的。OK， 那我们欢迎甲龟甲怪。We out.